咁依家我哋喺啊，系喺香港站啦。依家系呢个10:41。咁啱就走咗架机场快线啦，所以我哋而家要等多17分钟啦。咁今日点解嚟香港站搭机场快线呢？因为今日咧有呢个港铁话咧，今日咧残疾咧乘客咧系免费乘搭港铁嘅，咁就加多一名同行者咧都可以免费嘅。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呢个中学同学就请咗我，我就系呢个同行者，所以我都可以免费搭一次机场快线。唔系搭一次嘅，今日咧无限次搭机场快线都得。咁所以咧我今日来回咧系悭咗205元嘅，如果冇记错嘅话，我悭咗成200元。咁都两年冇搭机场快线啦，都两年冇去过旅行啦，都好耐冇搭机场快线啦。咁就搭下啦，今日咁就开心下啦，兴奋下啦。咁就顺便睇下佢换咗嗰张新凳啊嘛，系咯，应该唔会好似98啲咁硬嘅，应该唔会好似 Outrun 嗰啲咁硬嘅 ，Outrun 嗰啲头等咧，即系硬到飞起。我上次搭机场快线系啱好封关之前，应该系2019年12月咯，即系啱好疫情爆出嚟之前，2019年12月，我系去北海道玩嘅。我上次就2018年啦，如果冇記錯，好似係去韓國嘅，我冇記錯。不過就去嘅時候就搭機場巴，但係回程嘅時候就搭機場快線。哦，係啊，我都唔知點解啦。我而家咁夜先可以搭到機場快線，咁唔緊要啦。搭飛機大多數都係夜晚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先有 feel 噶嘛。咁咧，係咯，搭車到。呢一程咧200元就咁慳咗啦。我坐邊啊？喺入多架車先講啦。喺入多架車先講啦。深圳係邊區？我成架車都係深圳。哦。喺坐車頭啦。哦，呢啲先系真头等噶嘛，系咪先？呢啲先系真头等。其实唔想行去车头咯，是但搵个位咪得咯。系佢啦，咦？到啦。呢边咯，我坐呢度。有插电喎。咦？我咁擺翻低啲嘢先，我而家啲嘢好亂。其實都幾硬嘅，其實。不過都硬唔過 Outrun 嗰個啦。我覺得呢個係 between MLR 同埋 Outrun 嗰個咯，但係應該同動感好啊差唔多。地氈有冇糖啊？我已經唔記得咗啦，其實。其實我可以出去兜個圈再行翻翻嚟。好啊。我兜個圈再行翻翻嚟。歪曬喎！
下床先。我都挺舒服的，其實我都舒服過舒服過一啲咯。好硬，呢個真係舒服很多。坐完。好啦，而家閂咗門。準備坐香港版機場特急，喂，空港特急講錯嘢，我哋要日文少少。搭機場快線，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旅程。Welcome to the Airport Express. We hope you have a pleasant journey. 下一站九龍，下一站九龍。Next station, Kowloon.嗰邊嘅原來，我唔記得咗，太耐冇搭啦。星期日夜晚搭機場快線有咩玩法？明明聽日都要翻學啦。下一站青衣，下一站青衣。Next station 青衣。始終都係太掛住日本嗰啲特急啦，所以咧。お待たせしています。この電車は成田スカイアクセス線経由。この電車は全て指定席です。乗車券の他にスカイライナー券が必要です。お手持ちのスカイライナー券に記載されておりますお席におかけください。即係青衣站最正咧，就係睇佢慢慢咁樣入嗰個月台，好似唔係呢邊啊，係啊，係對面。哇，唔得喎 ！A 七 C 嗰邊塞塔都好嚴重啊，好似有人啊，坐翻底先。啊，呢、這個。請勿靠近車門，請不要靠近車門。A 七站。冇人先可以咁做嘅啫。下一站機場，下一站機場。Next station Airport。座席は全て指定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。お手持ちの指定券をお確かめください。グリーン車は12号車です。トイレは7号車と12号車にあります。車内は今過過緊青馬大橋。等一陣我們去到機場，我哋得四分鐘時間落去下面嗰個月台度轉翻去嗰班車，因為我真未試過咧搭完機場快線去到機場咧就即刻走，好似有啲嘥啊！
快上车，快上车，快上车。發覺咧過青衣站之後咧，已經冇咗九成嘅人喺車廂度，已經翻翻去我哋啱一開始喺香港站搭過嚟嗰陣嘅情況，係得一個車廂入面係得計埋我哋兩個係得三四個人喺度嘅啫。睇先啊 ！Oh no！ 跌咗鏡頭哥，唔該影下個車廂。好，頭先香港站係一模一樣嘅。我哋翻嚟香港站，一阵要嘟出站。Yeah boy， 再见我哋一年后见。如果仲有个优惠嘅话，仲有啊，5000订阅有 Q&A， 有咩问题咧就喺度问啦。或者我遲啲可能開個 post 喺 YouTube 度開個 post 出嚟問大家，同埋個扶手電梯真係好嘈啊！又。